大家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开着蜜雪冰城的小盲袋。现在我们要给他来开拆吧，拜拜。不是隐藏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拆。三、二、一，开了，开着一个洞，希望能抽到隐藏款，黑色的蜜雪冰城。我们留着这个蜜雪冰城的这个人，嗯哼，来看看是什么。它出来一个，来，我们来看是什么？不是隐藏款，是长得有点讨厌的人。他是不倒翁，给你们看看他的脸。就好像有一个名字叫什么，上网查就可以知道了吗？那你不会哦，你看呢，弄牙掉，他不倒翁，来让我手带着披风的不倒翁，他的是头小身体大的不倒翁，对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拜拜。